每周的工时不可以超过40个小时，也确立了全面性的周休二日法源，从明年的1月1号即将开始实施。劳动基准法第4条、第30条、第79条及第86条条文修正通过。修正条文当中明定，以后劳工正常的工作时间每天不可以超过8个小时，每周不能超过40个小时。雇主如果违反规定，将会处以新台币20000块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锾，而雇主也不得以正常工时修正作为减少劳工工资的理由，至少会有340万名的劳工受惠。暑假是亲子旅游的旺季。